我想同曉榮嘅家人講聲對不住。喂，你唔好咁啦，喂。十米啦，你咪十米嚟啊！十分钟啦，喂，快啲咪。我明白，因为我自己做咗啲无可挽救嘅错事，为到佢哋带嚟咗好大嘅伤痛痛苦。我自己嘅内心都唔好推啊！我小心啊！受责备、受谴责，所以我愿意为咗自己嘅冲动，为咗自己犯下嘅错事，自首，翻去台湾服刑受审，希望佢嘅家人能够稍稍放下失怀，亦令晓荣能够安息。对于社会，对于香港人，我只能对唔住，希望各位嘅原谅，希望各位可以俾机会我重新做人，俾个机会我跳到社会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